我们的亲人，今天是您离大家而去的一天。在这个庄严而悲痛的日子里，大家做了同一个梦，梦见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用在了您的身上。我们都想保持住您的形象，可亲朋好友们都知道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。您可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悲痛中思念着您。
今天，我们大家都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，深切哀悼着您，我们的亲人。您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耳边眼前飘荡，想着你生前的种种往事，不禁黯然泪下。虽然离去了，但德高望重的您对我们的深深教诲一定铭记在心。虽然您走了，但给后人留下了千古流芳的美名，我们将永远思念着您。